今天老公来了啊，来了，又瘦又小的一个男人啊，我们来掌声有请。来坐，您今年多大年纪？60啊，比他大5岁啊。那你跟你前妻离婚了，后来？离婚了。你现在身体感觉不好是吗？我现在的右眼睛看不见，坐着说话很吃力。都要憋住一口气，然后把这几句话说完，然后又要喘一口气，这样的。老公看了这封信之后想说什么？老婆，我已经还有1年吧要退休了，我希望你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你想在哪里去耍，我就带你在哪里去耍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老婆。